哎呀呀，俺老张有眼无珠，看扁了军师。如今大胜，才知道军师果然是神机妙算，正是大哥说的那个什么来着？正是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。军师真英杰也，万莫得罪了。诸位将军说哪里话？亮初来乍到，承蒙主公信任，诸位严守军令，奋勇作战，上下齐心，方有此大胜。军师雄才大略，运筹帷幄，诸位齐心协力，建此奇功，正要好好庆祝一番，且班师回城设庆功宴。火烧博望坡后，夏侯惇败回许都。曹操曰：“吾所虑者，刘备、孙权耳，余皆不足介矣。今当乘此时扫平江南，并传令起大军50万，曹仁、曹洪为第一队，张辽、张合为第二队，夏侯渊、夏侯惇为第三队，于禁、李典为第四队。”曹自领诸将为第五队，每队各引兵10万，又令许褚为折冲将军，引兵3000为先锋，选定建安13年秋7月丙5日出师，以图一举扫平江南。曹仁大军自宛城起兵，向新野浩荡而来。报，曹兵已到博望坡了。自此如之奈何？主公且宽心，前番在博望坡一把火烧了夏侯惇大半人马，今番曹军又来，必叫他再中这条计。我等在新野住不得了，不如早到樊城去。众将士听令，孙乾往河边调拨船只救济百姓，糜竺护送各官家眷到樊城，子龙可去县中张榜，小玉居民，无论男女老幼，如愿相从，即日收拾行装，随我等往樊城暂避，不可自误，此事毕后来军帐听候将令。是，云这边去。Thank you.
各位百姓，兵灾将至，曹操大军已兵临城下，刘使君将渡江往樊城暂避，有愿相从者，即日可收整行李，与使君同去避难，使君定不会舍下诸位。并非我等不信使君，俺从未离过新野，家中小儿就在襁褓之中，如何能离去呀？俺不懂别的，但自刘使君来了新野，俺食得饱，穿得暖。曹操可是屠城的恶贼，俺当年就是从徐州逃到这儿的。俺不留在新野，俺跟刘使君同去。对对，俺愿意跟刘使君走。刘使君对待我等如何亲厚，我等再知道不过。小民也愿意跟随刘使君，我这就回家收拾行李，随刘使君过江。众将听令，云长可引1000军到城外白河上游埋伏，各带布袋内装沙土，扼住白河之水，待来日三更后，只听下游人喊马嘶，便移开布袋放水淹下，你则引军顺水杀下来接应。万某得令。翼德引1000军去河边下游渡口埋伏，此处水势最慢，曹军必从此逃难。见曹军被水淹时，便趁势杀出。俺晓得了。子龙先于城内各处多藏硫磺等引火之物，多放在西、南、北。流出东门，来日黄昏后必有大风，但看风起便将火烧起，而后至东门外设伏，待曹军从东门逃出，便引军击之，将其赶往白河方向。赵云得令。
前面必有伏兵，我兵只在此处驻下。此事宜禀，必无埋伏，可速进兵，我当催军即至。是刘备势孤计穷，故尽带百姓逃窜去了。传令，我军且在城内安歇，恶寻无赦造反，来日平明进兵。时辰到了，来来来，换岗了，换岗了。你们等你们老半天了。换岗交房，正是松散懈怠之时，机不可失，就是现在。城内起火，已是赵将军信号。众将士，随我放箭。曹军已进入新野城中埋锅造饭，我正可趁此机会点燃火物。将军，南门火起。此必是军事造反，不慎失火，速速扑灭便是，不可自禁。报将军。好了，将军，西门烧起来了。将军，北门大火，止不住啊。是诸葛亮之计，快，都快上马走。
起灵火，无中尽矣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将军，东门无火，可往东门撤退。好，速往东门，速往东门。我吾已尽数定神，曹军必将逃往火场之东门，我且先去东门外埋伏。不可恋战，需速速撤退。休走，全军追击。
人小儿，速速来援张飞一战。本年贼莫要到此，虚竹来也。小儿怎的不敢与你爷爷斗了？闻知曹仁大败，顿时大怒，催动三军漫山塞野，进至新野下寨，传令军士一面搜山，一面填塞白河，令大军分作八路，一齐去取樊城。刘备携民渡江，行至襄阳，被蔡瑁等人所阻，不愿惊扰城中百姓，于是向江陵而去。刘琮望风而降，将荆州献与曹操。刘备引十万百姓缓慢进发，赵云、张飞断后，关羽、孔明前往江夏求救。刘备自与简雍、糜竺、糜芳同行，正行前，忽然一阵狂风就马前刮起，尘土冲天，平遮红日。此何兆也？此乃大凶之兆也，应在今夜，主公可速弃百姓而走。百姓从新野相随至此，
无安忍弃之。害民者可翻，主公若恋而不弃，祸不远矣。前面是何处？前面是当阳县，有座山名为景山。哎，今夜便在此山驻扎，小心防备。
百姓算是安定些了，不知主公那边是否安顿好了？去寻主公吧。子龙一路辛苦，行军疲惫，趁曹军尚未追来，子龙且回帐中好好歇息吧。是，主公也好生安息，云告退了。莫不是曹军喜迎了？杀了无辜！
杀出去！三弟，杀呀！皆因练我遭此大难，诸将及老小皆不知存亡，虽土木之人，宁不悲乎？主公，赵子龙反投曹操去了也。是我故交，知他忠肝义胆，安肯反乎？他今见我等势穷力尽，或者反投曹操，以图富贵耳。子龙从我于患难，心如铁石，非富贵所能动摇也。亲眼见他投西北去了。
我亲自寻他去，若撞见时一枪刺死。休错疑了，岂不见你二兄朱颜良文丑之事乎？子龙此去必有事故，不料子龙必不弃我也。哼，来人，随我去长板桥，我去寻他。剑客先生，曾见两位主母否？二主母弃了车仗，抱阿斗而走。我飞马赶去，转过山坡，被一将刺了一枪，跌下马来，马被夺了去。我争斗不得，故窝在此。你二人借一匹马与剑客先生，顾先生去寻主公。我上天入地，好歹寻主母与小主人来。如须是遵赵将军之命。你敢上吗？是何人？我乃刘使君帐下护送车仗的军士，
黑箭射打在此。两位主母今在何处？恰才见甘夫人披头显足，相随一伙百姓妇女投南而走。说有甘夫人否？子龙，子龙将军，是主母失散，云之罪也。糜夫人与小主人安在？我与糜夫人被逐，弃了车仗，杂于百姓内步行，又撞见一支军马冲散，糜夫人与阿斗不知何往，我独自逃生至此。子仲先生，请上马。云护送两位去见主公。多谢子龙将军救命。
如何反我哥哥？我寻不见主母与小主人，因族落后，可言反也。若非简雍先来报信，我今见你，怎肯甘休也？主公现在何处？就在前面林子里。好，请糜先生保甘夫人先行，待我人往寻糜夫人与小主人去。
夫人，原来迟疑。子龙将军，千德剑将军都有命矣。王将军，可怜他父亲飘荡半世，只有这点骨血，将军可护持此子，叫他得见父面，切死无憾。夫人受难，云之罪也，不必多言，请夫人上马。云子不行死战，保夫人痛出重围。不可，将军岂可无马？此子全赖将军保护，妾已重伤，死何足惜？王将军，速抱此子前去，我以妾为泪也。喊声将近，追兵已至，请夫人速速上马。妾身委实难屈，休得两误。将军速抱此子去，此子性命全在将军身上。不得夫人，乃云之大罪也。夫人放心，云拼却性命，也一定护着小主人无恙。
拦下他！将所到之处微不可挡，如此神勇可知是谁？带末将前去打探。姓名，吾乃常山赵子龙也。竟是此人，常山赵子龙，臣胡将也，吾当生擒之。飞马传令各处，吾赵云道不许放冷箭，只许活捉。Come on.
手吧。哎，不欲与王先生交战，你带他走吧。夏侯兰，你去杀了赵云。先生，请恕我难以出手。杀了他，怀中小儿必须死。先生莫要逼我。安定，莫要动手，不可听王月之言，莫要逼迫为兄。兄长得罪了。非我敌手，莫再肆无。罢了，兄长，你走吧。
你得出我。子龙速行，追兵我自当之。龙无恙否？主公，赵云之罪，万死有轻。糜夫人身带重伤，不肯上马投井而死，云只得推土墙掩之。怀抱公子，身途重危，赖主公洪福，幸而得脱。时来公子尚在怀中啼哭，此一会儿不见动静，多是不能保矣。幸得小主人无恙。为汝这孺子，即损我一员大将。云虽肝脑涂地，不能报也。兄长，俺回来了，想那曹操已不敢追了。此话怎讲？俺见曹军将至，遣部下20余骑，砍伐树枝，绑于马后，于山间来回奔走，激起尘土。假作有大军在后，俺则立马桥头。曹军来时，果然不敢近前。俺大喝三声，我乃燕人张翼德也，谁敢与我决一死战？曹军中有一员将领，竟被俺吓得胆裂而死。哈！曹军大乱而退，俺拆了长板桥回来，想他曹军已吓破了胆，不敢再追了。三弟勇则勇矣，可惜失于计较。啊！俺做错了。曹操多谋，汝不合拆断桥梁，彼必追至矣。若不断桥，彼恐有埋伏，不肯进兵。今拆断了桥，彼料我无军而弃，必来追赶。曹操拥100万之众，虽是汉江，可填而过，岂惧一桥之断也？我等即刻动身，沿小路投汉津去。赵云于长坂坡中七进七出，忽得阿斗归来，后与刘备等人即刻启程，从小路斜投汉津，往绵阳路而走，一路有关羽、刘琦、诸葛亮接应，迫退曹操追兵，共往夏口而去。